家好，我是加拿大的妹，欢迎来到美美的悠闲时光频道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回锅肉，也是家乡的味道，请跟我看看我们家怎么做的，谢谢。我们现在要焯水，放姜，放料酒，把肉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煮。肉煮到一桶就进去了的就可以了。这个肉煮好凉好以后，我们把它放到冷冻室去冻一下，就很好切了。我们准备配菜，把这个红椒切成三角形，装盘，撒一点盐，到微波炉里烤。配菜已经基本上熟了，等一会儿我们就直接炒到肉里就行。油烧热了之后放花椒、姜、洋葱，然后放越南辣椒酱、香辣酱，加蒜去炒。炒香了，红肉也炒出来了之后，加肉。油出来了一些以后，就可以加甜面酱了。然后把我们准备好了的红椒放进去，扒了两下就可以装盘了。色香味俱全的回锅肉就这样做好了，谢谢收看。